喜欢自拍吗？我们现在看到有业者就推出可以270度旋转荧幕的自拍神机，还可以边拍照边调整美白功能。那么据说呢，在网络开卖才1分钟就秒杀断货。另外也有业者推出拥有4种美容模式相机，那除了帮你调整肤色以外，甚至还有瞳孔放大、牙齿美白功能，标榜不用化妆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。 另外，这是手机，这可是最新可以调整270度的自拍神机。更酷的是，它可以边拍照边调整美肌功能。 1110万画素镜头搭载3寸触控式荧幕，还有细分到12阶的美白模式，号称模特儿界最爱。拿一般手机拍的照片来比一比，自拍神机拍出来的效果，不仅皮肤变白、毛孔变小，连痘痘都消失了。 除了女生最爱的美肌模式以外，拍完照可以直接在相片上画画，随时 WiFi 传给手机。另外还可以用手机遥控或是悬浮挥手拍照都没有问题，但要价可不便宜，一台就要近2.4万元。担心自己不上镜吗？这台相机帮你搞定所有的肌肤问题。一二三，耶！自拍神机还有这一支Sony WX300 搭载1820万画素镜头，号称不用化妆也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，帮你调整肤色以外，甚至还有瞳孔放大、牙齿美白的功能。 只要1万左右就买得到，我觉得一定要有美肌，然后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很好，然后很白嫩，光线也很充足。在手机强势压镜下，数位相机靠着美肌功能开辟新的女性市场。东森财经新闻中心张博祥在台北采访报道。